看到了没？你们看到我爸爸了没，家人们？你拖几级的？有鬼有。没有看到吗？他走过去了，你们没有看到吗？他又在那里洗脚了。那这个袋子的是吃的多的。你们没有看到吗？哎，三年是我们狗的鸡屎破了，跑到你吃了，俺爹不吃跟俺谁了嘛？俺的鸡跑不吃跟俺谁了嘛？我小妈去打工了，上一次打过已经出去打过很久了呀，这样吗？我小妈她已经出去打过很久很久了呀，她已经出去打过很久很久了呀，难道你们忘记了吗？我们可以开着直播吃饭吗？我先问一下，家人们可以开着直播吃饭吗？谢谢点赞，谢谢。可以是吧？那我们就开着直播吃饭了哟，不好意思呀。啊？该得怎么的了？那我们就开着直播吃饭了哟。可以吃是吧？谢谢，不好意思了呀，我们要开始直播吃饭了呀，我爸爸我们两个要，干妈妈们你们只能看了哟。啊，看看你爸爸。吃饭的没人玩，能不能打人？哇，好重，哎，碎。啊，看。谢谢点赞，谢谢，能不能帮我点赞赞，能不能把我的赞赞点到100万，家人们？我爸爸，我们两个现在很高很高的地方，知道吗？我要脱着帽子吗？吃饭要脱着帽子，对不对？是不是吃饭要脱着帽子？是不是吃饭不能戴帽子？没有碗吗？你有碗啊！是不是吃饭要不要戴着帽子？干妈妈，是不是？你们跟阿紫说一下，可以戴帽子吗？可以的，扣一。我爸爸过来。爸爸。欢迎豆子，我爸爸过来了。我这样。你这样。算你的秋衣的木梯，这个太大一双了。算你这个乌了。木梯算你咋黑了？你这要吹是这样子说。从阿杜夫带过去，直播。吃麻了哦，家人们，吃麻了。我吃个麻子。什么太油呢？看爸爸吗？真的要看吗？你们把我赞赞点到100万了，我就给你们看我爸爸，好不好？家人们，好不好？再来点到100万，就给你们看我爸爸。我还弄了一个灯，但感觉这个等一下再开，现在还有点亮。再来点到100万，我就给你们看我爸爸。
还不如一个人走啊。你这样子啊？是。嗯，贵哟。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鸡精啊，太贵了。不要戴帽子是吧？好的。到100万了没有？站着到100万了没有？咋去把我们关注的？说实在，一个人才40万呢！你们都不想看我爸爸吗？都不点赞赞。我就给你们看吧。什么给我们来的？都我什么黑了呢？我月二十么年的。你吃着过你的了，阿的。你看我上蒙古了。没事，来，就吃你的。我吃点什么的？我爸爸他说不看吧，他说。不拉倒，来，吃你的。看了，家人们，我吃你，吃你的。摸吧，大概洗了个头。看到没？那太猛了。6000，看到没，家人们？看到我爸了没？看到了是吧，帅气。他刚刚洗了个头发，昨天他头发还很乱啊。他刚刚洗了个头发，晚上好点。晚上好，晚上好。谢谢谢谢谢谢家人们。爸爸来电话。哎，咋走？土舅舅。不拉锅吗？看到了是吧，家人们？都短一码。谢谢点赞。啥时走？哎，吃不吃都就多几回。嗯，这都就几回。爸爸好帅，帅吗？真的，在我爸爸他年轻的时候是真的很帅的。他现在老了，他现在老了。九连书提了，俺那干么大哥叫过九连书过的字提了。他现在老了，他年轻的时候帅。哦。而且我爸爸他有时候很幽默，知道吗，家人们？那么土。他有时候很幽默。阿爸压力了，五六十就不干。啊。嗯，哦，我爸爸在接电话，谢谢点赞，谢谢家人们，能不能把阿子点一波双倍点赞，能不能？能不能把阿子点一波双倍点赞，家人们？我那后面的订做的有点多嘛，刚才李车姐姐车走最后我你一个，我的我叫车姐嘛。家人们，能不能把阿子点一波双倍点赞？偷一只，偷我家一只鱼肉。我把我的灯打开。俺们吃了这个肉。我有点不亮，有点。偷露天的下班。有点黑。啊，俺爹的在那边那里一里不，那鱼人肉啊。我吧，啊，俺的俺的吃黄麻鸡。没可能吃黄麻发的鼻子吃那黄麻发子鼻子但是吃不过但是就喜欢这位。嗯嗯嗯。哦这。嗯。
啊，不，你干嘛是懂。我爸爸他鼻子很高，他鼻子很高，知道吗，家人们？他鼻子很高。哦，他鼻子很高，然后他就是长得蛮帅的，就是年轻的时候更帅。嗯嗯。我去做吃的，用你五十元子香烟。你睡几个床吗？今晚不过来过家了。发几笔关，发几笔是给关了一遍，给我朋友关了掉没有？谢谢点赞。是啊，你这边也过闹，发几笔，我陪过去，我陪过去，不得下去。听不着，想不着，摸不到，两个人的依靠。一个人一直够一杯酒一夜，一下子变了。